本分局于4月26日清晨接获民众报案，称在本辖铜锣地区的一户民宅突然遭到四名蒙面歹徒持枪闯入，抢夺屋内现金及金饰等物品，并造成报案人头部受伤后随即驾车逃逸。本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并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据了解，当时屋内有屋主及两名友人，共三人在场，已因债务问题在屋内谈判。当时在场之罗贤见谈判破裂后，竟然伙同在外埋伏的四名歹徒进入民宅持枪行抢，造成在场的报案人头部受伤。本分局获报后不敢大意，随即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公谷蔡检察官指挥侦办。经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，发现涉案车辆系悬挂行窃得来的车牌，并且已经逃逸到台中地区藏匿。本分局通报台中市警察局清水分局协助查缉，终于顺利在4月28、29两日分别在彰化市及台中市芜区等地区将四名共犯全数拘捕到案，并取出作案用空气手枪及头套等证物。全案于侦办后，依加重强盗罪、妨碍自由等罪嫌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